心高举处，让声赞美主，同心高举处，愿地掌权出我，愿地国度降临，让声赞前
各位在网络上收听视频，一同聚会领受神祝福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我有一个蛮深的体会，发现中国人和西班牙人对疫情的反应相当是两个世界的人。前不久我还开车经过海边，发现很多西班牙人还是无恐惧地在享受阳光，而中国人呢？在政府部门都还没有下令让孩子停课之前，中国人早早就把孩子自我隔离在家里面。华人基本上都是先走一步，提早预防，可能是跟我们过去的背景有关系。原来的环境穷怕了，苦怕了，所以我们危机的意识特别强。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西班牙人还没有开始有危机买口罩
防御措施的时候，中国人早早到每个地方已经抢购和囤积了。西班牙人还没有开始积累食物的时候，我听说很多的货行的大米啊，很多食物早已经被一抢而空。而现在西班牙人开始囤积了，中国人也在积。不过有人分析，西班牙人囤积的是14天所需用的，而中国人有些人基本上连2到3个月的食物都积好了，甚至有些人连腊肉晒起来，连年货都有了。华人超前的预备，为未来打算，没有错。不过背后其实说明了我们内心深处更多没有安全感。一方面，疫情的罪魁祸首常常以东亚病夫扣在我们身上，另外本身我们就生活在别人的国家，别人的种族里面，所以我们非常有恐惧感，没有里面没有安全感。超前的行动显明我们里面有巨大的恐惧不安，各种的担心忧虑催促我们赶快行动。各位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和好消息。坏消息就是我们无论外在再多积累超前多的食物，超多的预防措施，超多的钱，超多聪明的技巧，也无法真正填满我们里面那一颗真正空洞混乱的内心。好消息是，除了我们更多的依靠这位超越一切的神，让他的一切充满我们，我们才能有超越环境，不同于环境的笃定和平安。中国人就是超人，超前的行动，内心也有超多的问题和揪心的事情。唯有这一位超越一切的神，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和定心丸。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超越一切的神，让我们恭敬地来看旧约4世纪1章8到18节。在网络上听视频的弟兄姊妹，有圣经的，我邀请你恭敬了来打开神的话，以敬畏的心来诵读4世纪1章8到18节。第8节说，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焚烧。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示筛、亚希曼、达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迪比的居民，迪比从前名叫基列西弗。迦勒说，谁能攻取基列西弗，将城夺去，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地，亚萨一下驴，迦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迦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和犹大人一同离了曾述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犹大和他哥哥西面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西何尔麻。犹大又娶了加萨和加萨的侍境，亚实基伦和亚实基伦的侍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侍境。我们一同来祷告。最亲最爱的主，我们看到圣经旧约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战争和冲突，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也有很多的不安和不定的因素。主啊，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依靠在哪里？在战争当中，你让以色列人怎样得胜的？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因你我们有超越环境的平安和安定。把这段圣经交在你的手当中，把每一位聆听神话语的交在你的手当中，因为我们有不同的需要，我们有不同的软弱，求你超越一切的神进入我们里面，与我们下面的聚会同在，
这样的仰望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直沿着四世纪的战争来看迦南最前方的战况，有一点非常不好意思，讲了那么久的征战，今天犹大军团正式开始攻取神应许给他的土地。前面是操练，犹大的土地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根据约书亚记十五章记载，犹大有四等的土地，这四等土地就是旷野、山地、南地、高原。所以经文我们第八节，耶路撒冷往东其实就是犹大的旷野，所以旷野打过来以后，第九节记载开始打山地、南地、高原。下面希伯伦城市和迪比是属于山地，而十六节到十七节那个洗法打下来的是属于南地。下面十八节临近非利士高原丘陵的几个城市都是属于高原地带的，所以八到十八节就是记录犹大攻取四等土地的七个城市，其中三个城市最为代表，一个是耶路撒冷、希伯伦、迪比，就在中间非常的显明。我们今天嘴巴上讲这个战争纸上谈兵非常容易，但实际想一下，其实战争的艰难和危险真的是用生命去拼搏过来的。我以前有机会跟一个中国的军人沟通，提到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他的上司有机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争，他们留下了几百盒盒装的磁带的录音，记录战士冲锋陷阵之前在死之前留下的各样感人的遗言。中间他们有很多人原来是大学生，有工程师，甚至有些是老师，从来没有打过仗，可是为了上了战场以后身不由己，真的战争开始爆发的时候，实际真的有人尿都被他吓出来，突然发现自己旁边的战友被打死了，有一个在血泊里面滚，命令一下冲就是往前冲，闭着眼睛上去的是千万人，下来留下来的是寥寥无几。这是真正的战争，前途未卜，生死也不知道将来是怎样。想到犹大人攻打的情景，面对其实迦南人是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得胜，其实我们知道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这位超越一切的神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第一个城市，第八节就说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焚烧。这里的攻打给我们一个印象是，怎么这么残忍，为什么把人杀了，城也毁了，这不是滥杀无辜吗？旧约的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呢？如果我们要理解旧约的圣战，我们必须要知道圣战战争当中的四个词，四个字，就是灭绝尽尽，就是全部灭光灭光。这个在旧约里灭绝尽尽的概念是说完全的毁灭，以至于完全的奉献给神。上帝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呢？其实一方面不是上帝和以色列人残忍，其实是因为迦南人首先他们罪大恶极，他们对待自己的孩子真的杀了献给偶像都有。今天如果有一个医生说因为有一个毒瘤要把它切掉，你会说医生残忍吗？所以残忍并不是因为神的初衷，而是因为迦南人放荡无羁。而且我告诉你，灭绝尽尽不是所有的针对所有的迦南人，而是对那六七个上帝特别刑罚的那个族群。所以旧约基本的战争首先都会攻占之前先劝和，愿不愿意投降，投降的话就可以和平的共处。还有一种呢，可攻打了打进去里面的牲畜城市还是可以占为自己的战利品，但有一种就是灭绝尽尽，完全是属于神的，完全要毁灭。耶路撒冷的攻取、刀杀、焚烧就属于典型的灭绝尽尽。为什么要把耶路撒冷完全灭绝，完全的奉献给神呢？如果你明白之后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历史上的意义，你就完全明白了神的圣殿之后要在耶路撒冷，
大卫的王朝要在耶路撒冷，到了新约，弥赛亚耶稣基督最终成就的救赎也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城攻占其实是完全为了神将来救赎美好的计划。也许按以色列人来说，我只是得到一个城市而已，现在得到了，可是神的心意是指向未来，指向耶稣十字架美好的救赎。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今天神超越一切的神，他是超越现在，为我们预备将来的救赎。很多人今天我们的生活目标常常只停留在今天和现在，没有想到未来和盼望，也不知道为什么忙碌，甚至不知道活着的真正意义。就好像做过一天是一天，每天上班下班，上学放学，生活要么三点一线四点一线，未来在哪里呢？目标是什么？我们又活着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是有目标的，我是有理想的。很多人的未来可能是为了自己飞黄腾达出人头地的目的，很多人的未来只是短暂的物质而已。可是当外面的目标是外在的时候，一出现问题，环境一改变，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情情绪就完全像现在的股票一样的下来，我们就陷入各种不安和恐惧当中。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多人可以有机会把忙碌的脚步停顿下来，疫情之中我们开始为未来担心，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买很多的食物那是暂时的，防御的设备有一天也用完了，这个疫情结束了以后，我们可能还会面对其他的重担。难道没有疫情之前你就没有担忧烦恼忧虑吗？所以定睛在现在，烦恼永远没办法停止。把我们的未来交给神吧，因为他是超越一切的神，他要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超越环境的平安。他超越环境，他超越现在，就是要为我们不但预备今生，也预备来世。如果我们今天只停留在现在，我们很容易被各样消极负面的消息所吓到，我们很容易被疫情上升的数据所吓到，我们很容易被超市一抢而空的情景吓到，我们也会被街上越来越多人戴口罩吓到。那么你每天都是被吓得闷闷不乐。不是说你不要预备和采取措施，而是说把你的心把你的眼光从现在挪移开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未来，我们的家是有未来的，我们的未来在耶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神所预备的将来，耶路撒冷他要成就的救赎，他也不但为我们成就，他将来也必迎接我们，他是超越一切的神。所以这个上帝他是超越，就借着外将来的盼望成为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动力。无论我们今天环境当中遭遇怎样的压力和不安，我想到有一位牧师是陈义涵牧师，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的音乐系，他是主修是钢琴，然后又获得非常有才华，他获得了法国政府奖学金，到巴黎师范音乐学院深造。后来他被上帝感动，然后到美国，在加州福勒神学院修读道学硕士。他后来一直用音乐服侍神，但是在他生命当中，1997年，陈一航牧师在休斯顿牧会的时候，他年仅9岁的长子突发脑溢血，病情极其严重，甚至在医生看来几乎没有生存的希望。后来经过教会上千万人的迫切祷告，儿子的命奇迹地保住了。可是因为他的右脑已切除一部分，从此开始了长期艰难的见复见的 旅程。此刻的陈一航牧师没有满怀平安质问上帝，因为他的眼睛不只是在现在，他看着遥远的将来，他知道他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说，感谢神借着这些事让我真实的体验人生的苦难，也更能够体会那些苦难当中何等需要安慰的人。所以他后来写了一首诗歌，名字叫耶和华的心。他就是在那样的苦难环境当中，不但长子重病的打击，
他的母亲在2000年10月31日在新航的空难当中被主接走了，噩耗传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陈牧师有感而发说，无情世界有情天，神真的是安慰人的神。在这首耶和华的心的诗歌说，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必用恩典为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当我们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思念他中他要更新我们。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超越一切的神，他超越现在任何的环境，他为我们预备在耶稣基督救赎里面一切的丰盛和恩典。因为耶和华说，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见灾祸的意念，要我们幕后有指望。你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双重的和平，和平之城，和平根基。所以这个城完全的毁坏是说，让这个城任何所有的异教的土地石头全部没有，因为这个是完全归给神为将来的救赎预备的。双重的和平最后也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成就给我们，是主才真正带来了美好的平安，如同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邑一样。所以就告诉我们，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平安从一直过来到了耶稣基督身上，从旧约预言的平安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说我赐下平安给你们，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基督更是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耶路撒冷双重的平安，神与人的平安，人与人的平安，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第一点，神是超越一切的神，他超越现在为我们预备将来的救赎。第二是人得胜过去靠神超越的力量。第九节第十节，让我们看到第九节是一个小小的总结，上面打了旷野打过来，我说了下面是山地南地高原。第九节，犹大攻击了山地的希伯伦，没有记怎么杀人，也没有描述是怎么毁灭的，他单单记录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呢？约书亚15章14节特别告诉我们，示塞、亚西曼、达买这三个人就是亚纳族三个族长。亚纳族最伟大的城市就是希伯伦，希伯伦就是亚纳族最伟大的祖先亚巴的家乡，所以希伯伦下面说叫基列亚巴，就是说是亚巴的城。所以这里第十节的意思就是亚纳族老祖宗的土地都给他打下来了，把亚纳族最厉害的三个领袖也杀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所以我们应该看过去，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之前，曾经派12个探子进去考察迦南地，当时他们埋怨退后放弃，原因就是我们在那里，他说我看到亚纳族的人就是伟人，巨人的后裔，他说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所以他们就退缩了。这里的亚纳族伟人其实是跟创世纪6章4节的伟人非常相似，就是上古英武身处高大的人，到了后来被灭了以后，圣经有人记载，包括大卫攻打跟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很有可能就是亚纳族的后裔。哥利亚的身高从他6肘01虎口将近有2米9这么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以色列人的心中，亚纳族就是一个心中无法战胜的巨人和仇敌，想到迦南他就想到亚纳族的人，想到亚纳族他心里就没有力量，可见亚纳族就代表以色列心中无法逾越的障碍，一个无法得胜的恐惧，一想到我就想退缩，一想到就不想面对逃避。亚纳族就好像是拦在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那个巨人，这个恐惧以色列人知道，神也知道，神借着这个战争就告诉以色列人，他是超越一切的神，这个是包括他内心过去的恐惧能够真正被神所战胜。
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你心中无法得胜的亚拿族？什么是让你恐惧失去信心的那个巨大的障碍？你在害怕什么？你在恐惧什么样的环境？那个环境可能像亚拿族那么高大恐怖压着你。用现在的话说，亚拿族可能代表一种占据你内心巨大的力量，第二可能代表一个你里面无法得胜的黑暗势力，第三可能是一个翻不过的障碍和拦阻。对我们今天来说，可能是我们面对的环境，你觉得很无助，对未来迷茫，也可能是一直捆绑你的罪，你心里一直没有办法胜过，每一次就是失败失败，想到你就逃避。也可能是某个人对你的伤害，让你一直怀恨在心，你没办法逾越这一切，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也可能是一个负面的情绪。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超越一切的神，当我们能够得胜过去，就是要靠神这一份超越的力量。在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弟兄，他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隔壁有个邻居很有意思，非常可爱。我告诉你，有时候邻居好，你应该感恩。他这个邻居非常热情，什么热情？就热情的经常来他到他面前去借东西，然后有什么东西自己都不买，然后打个比方，工具箱没有了，借斧子，然后来借啊，说得很好听，过去一年也不还。然后有段时间要砍木头了，把那个自动伐木机借过去也拿过去了，为了扫木，然后东西一个个借过去，可是借过去都不还，这个弟兄心里就很伤脑筋。这个邻居住在隔壁，每天都碰到，就好像他心中一个胜不过的压力，每次看到他的邻居祷告都做不了了，喜乐的歌也没法唱了，然后他很想对这个邻居做点什么。有一天这个邻居终于过来敲门，他心里想，哦，感谢神，是不是上帝感动这位邻居，真的把他的东西知道偿还还过来了吗？没有想到这邻居过来不是还，乃是借。我想当时他看到这个邻居真的有一点像亚拿族巨人一样，想把他打倒。这个邻居要什么？他说要一辆车。他说拜托我需要一辆车，能不能借给我，只是一个小时，就借一个小时可不可以？这个弟兄心里很为难，一方面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也不能不借，最后勉为其难借给他用一个小时的车。他说早上借过去的车，说一个小时回来，中午没有回来，到了晚上也没有回来，所以这个弟兄心里非常不安。突然电话又响起来，他更是紧张，他一接刚好是那个邻居，他说对不起，出事情了。他说出车祸了。哇，这个弟兄心里一凉，什么车祸？他说 我这个车撞上了别人的车，现在怎么办？听到这里，这个弟兄突然心中像火山爆发一样的生气，他说我要是见到他非骂他不可以。前面想到的那个自动伐木机没有带过借过来，斧子也没还过来，现在把我车撞上别人的车，这个人太坏了。然后他就说你到底在哪里？然后这个弟兄就另外开了另外一辆车去接他。快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看到那时候是冬天，下着很大的雪，那个邻居夫妻就在冷风当中发抖，车也坏了。他正要下车，但是由于很生气他无法下来。他说如果我下来，我肯定要骂他一顿，打他都可能。他在车上那个门怎么也打不开，他在心中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这个障碍我没办法逾越，我对这个人的意见我也没有办法怎样温柔对待他，求你帮助他，帮助我，我现在恨他恨得要命，我真想到他面前大喊大叫，但是你是我的神，你超越一切，给我力量，赐我圣灵的恩典。当这位弟兄在车上不断的祷告的时候，这位超越一切的神赐给他得胜的力量，他渐渐安静下来，愤怒的心情完全消失下来。而外面那一对邻居其实在雪里面冻得抖得受不了，他就想这个弟兄不下来，他是不是在干什么，
外面的当心。然后这个弟兄一下来，看到他们抖的，然后又低着头，非常难为情，不敢看着他。博士上去以后，出乎意料地握着他的手说，恭喜你们，祝贺你们。他们一听感到非常惊讶，他说，哎，你是不是在给我们开玩笑？不是的。那个弟兄说，我真的祝贺你，你祝贺我们什么？他说，现在只是车被撞坏了，你们没有受伤，这难道不是值得庆贺的吗？如果你们受伤，那怎么办呢？他说，所以我要感到无比的幸运和庆祝，今天我请客。他说，我们到很好的饭店去吃饭。他说，第二，幸好损坏很厉害的是我的车，不是别人的车，不然别人上来真的要揍你一顿。所以是我的车，我的没关系，别人的车别人早就怨恨你了。所以他说，为这个事情我们应该要庆祝吃一顿。最后把这两个车的车祸处理好了，他们一同去吃饭的时候，那两个夫妻对这位弟兄说，亲爱的弟兄，他说，我也能信你所信的上帝吗？因为如果你信的上帝有能力把你改变成这样，所以我信，下次你可以带我一起去教堂可以吗？这位神是超越一切的力量的神，请问什么是你心中的亚纳族，占据你，让你无法得胜？我们看到超越一切的神，他对于以色列人的过去的问题不放过，要处理好，而对于未来，上帝早早地预备了一切。这位神好不好？好得无比，过去的问题把你处理掉，让你轻轻松松地上路，将来的一切都预备好了。神实在是超越一切的神。第三段我们看到十一到十五节，因为十六节到下面就是讲我们打的每个地方，重点是在十一节到十五节攻占迪比的地方。迪比也是在山地，迪比从前是叫基列西弗，就是说是书之城，就是可能拥有大量的图书馆资源的一个城，可能是一个文化之城。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就在十二节，加勒说，谁能把基列西弗打下来将城攻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为妻，给她为妻。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觉得，加勒为什么这么做？他这样一讲，把战争的性质都变了，用这种方式，好像用买卖送的方式。第二，他把婚礼的性质也变了。我们首先就看到，好像约书亚真的这里做得非常不恰当，有点头脑发热冲动的表现。其实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完美了，包括圣经的伟人包括传道人我们在内。其实你看我上台不紧张，有时候我经常也会讲错话，没有人完美的。以前我西华有另外一位牧者华光传道和李娟师母结婚的时候，他盛情邀请我做婚礼的主持人，然后我就去做了。然后当时因为第一次做，没有任何的经验，然后我一上去一紧张，我说今天是新娘华光新郎李娟大喜的日子，哇，下面笑成一片，从此再也没有人叫我主持了。上次给双双说洗脚都把它说成洗澡了，而上次我说我把应许给亚伯拉罕，应许到四世纪，我把它用数学记了一下，大概是897年。后来听到的弟兄姊妹真的很认真，有两位弟兄提醒我，他说传道你算错了，因为中间有重叠的部分，大概应该是720年到730年。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看来数学也没有学好，人都有不足的地方。我相信加勒这里真的只是不足而已吗？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般在战争状态当中，什么时候会用女儿这个方式这个风俗呢？一般是战争之下，就是打得最厉害焦灼的状态没办法胜的时候，一国之君为了鼓舞士气，会把自己的女儿拿出来用激励的手段，这是当时有的风俗。
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加勒作为犹大支派的军事领袖，这里用赏赐的话，我们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最难打的是前面希伯伦，巨高大的城邑非常难打。那希伯伦都攻占下来了，迪比作为一个图书馆的收藏的一个文化之城，其实是不足为奇的。那为什么攻这样一个小小的迪比的城，加勒要用这种方式呢？其实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一样。加勒当时的打仗其实不是靠自己，犹大人打仗不是靠自己。所以十二节加勒的意思是，谁能依靠上帝的恩典和能力，现在上帝的供应就是超过他所求所想。谁愿意信靠上帝，谁依靠上帝上去打，这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故意让自己下来，给新的一代年轻人有服侍的机会。这是老一代领袖的一个心胸，所有人都在等。加勒已经老了，新的一代领袖在哪里？所以加勒没有打希伯伦的时候，谁愿意上去打？最后我估计谁都不敢上去，因为希伯伦太难打。等下没打下来，自己死了，不要说娶媳妇了。所以加勒他把最难打的打下来，打迪比的时候有一点难度，但是又可以胜过的。所以他就希望下面这一批年轻人当中，谁愿意起来，上帝就与他同在。他不但是为了兴起新一代的领袖，其实他也是为自己的女儿招令女婿。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有些人常常为这个女儿打抱不平，说：“哎，他都没跟女儿商量。”其实从后来女儿都没有反对的事情来看，其实在旧约里面，父亲为女儿的婚事做主，还是有正常的途径。亚伯拉罕为以撒不是找太太吗？雅各的两个妻子其实都是父亲决定的。摩西的老婆其实也是他的岳父做主的，所以当时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老的领袖，他怎样激励新的一代起来，怎样经历上帝的恩典和供应，就谁愿意起来，谁愿意经历现在神的供应。上帝是超越一切的，过去他要帮助你胜过，将来他要帮你预备，但是现在谁愿意起来，神的供应也会超过你所求所想。最后我们看到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靠着上帝，他领受上帝的供应和恩典，站起来，他得胜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当下的供应也超过他所求和所想，这样攻下来了，真的是在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受多少的人拥戴。第二，又得到自己的婚姻也解决了。然后亚萨给他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父亲要一块田，后来亚萨又要一个水泉。亲爱的姊妹，后面这样为什么记载呢？是俄陀涅依靠上帝，上帝的恩典就够他所用，而后面为什么要进这个女亚萨呢？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加勒不是主角，俄陀涅也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反而是亚萨。因为这位亚萨，你看到他对神土地的渴慕和寻求，看似是加勒给他土地，其实是从神那里领受很多的祝福，超过他所求和所想。之前的亚萨无闻无名字，提都没有提到，然后爸爸把他拿出去当礼物给别人，之前可能是被迫被动的，可是从14节，亚萨是主动的。之前好像都是男人勇往直前的作战，我们不信忽略了女性其实也是举足轻重的。原来的亚萨他是被动的、无名的、被忽略的，14节开始，这个亚萨是积极的、主动的，他影响家里的丈夫，他也影响父亲。所以他在整个的扭转和翻新里面，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一个女性的成长，上帝的供应和恩典在她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亚萨求地求水泉的经历，在约书亚15章已经记下来了。现在为什么在这里也要记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书亚那里记的时候，是以犹大，就是加勒他自己家里面的事情记载这个事情，而在四世纪，
他是把这个事情放在犹大整个军团里面来讲，所以不是代表加勒一个个人的家族，他是代表犹大整个军团，也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意义放在这里。因为犹大的打仗的开始就代表以色列整个军队的攻仗的开始，就是告诉他们每一个人，神是超越一切的，他对过去会帮助你得胜，未来被你安排好了，而当下的供应，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无论是老的无论是少的，而陀你也可以靠神在当下得胜仇敌，而亚萨也可以靠神有更多的得到。当亚萨下了驴的时候，他向丈夫说，丈夫你能不能向父亲要块地。我觉得这亚萨很有意思，都还没结婚，这个胳膊肘就往外拐了。他说丈夫，对丈夫说，你 跟我爸爸求一块地吧。请问他这块地得到了没有？按下面来说他已经得到了，因为下面说安置在南地，已经得了一个地，已经很好了。可是亚萨一下驴的时候，加勒又问了一个，你要什么？当时亚萨的心很激动，他说求你赐福给我，我既然已经在南地了，能不能再给我水泉？因为南地是比较偏干燥的地方，加勒就直接把上泉和水泉赐给他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能只是看到一个父亲丰富的供应和爱女儿，可是放到整个以色列犹大军团记载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就看到上帝为人预备的土地，上帝为人预备的供应是绝对超过所求和所想的。这里有四个字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就是你要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到底要什么？这位神是超越一切的神，如果你的过去亚纳族没有解决，你来投靠上帝，可能那是一个胜不过的问题，上帝超越一切的力量会帮助你。也许你对未来前途都不知道怎样，把你的未来交在耶稣的手中，因为在耶路撒冷，耶稣已经将做成完美的救赎，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一切得到供应。而在当下，你要什么？你的心里有多少的不安？你有多少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上帝给予我们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上帝给我们预备的现今下面绝对是超过我们自己能够领受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原来我在中国就有感动做传道人，然后因为一些事情软弱，还是非常希望在世界上为自己有梦想去拼搏，所以就来到了欧洲想去拼搏。可是一次一次的打击，然后上帝把我真的是逼到他的面前，想起他对我的呼召，我心里面最大的几个困惑就是，上帝，我跟别人的家庭不一样，我的爸爸在我七岁多就去世了，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让我妈妈有很好的房子，我想我妈妈有很多的照顾，给她待遇，爱她，让她享受很多的。可是上帝可告诉我说，你照顾妈妈好，还是我帮你照顾妈妈好？所以我当时我就心里知道，神给我们的供应绝对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包括我们之后我们整个家庭走上服事的道路，虽然有很多的艰难，过去有很多难处，将来也有很多难处，但是超越一切的神在每天当下在很多方面的供应，他真的是真的神，他真的是活的神，他对我们的供应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在这里我就想到非洲最伟大的基督教的宣教士，叫大卫·李文斯顿。大卫·李文斯顿是传福音到非洲土著民族里面，深入非洲宣教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宣教士。当上帝呼召他进入丛林去向那些未听过基督福音的原住民的时候，他来到了刚果那个偏远的部落，他知道他去之前做了功课，他知道按当时他们的风俗，
进入村庄之前，他必须要见到那个村庄最高的酋长，若没有遵守这个习俗，他不用进去了，进去也立刻就被杀掉了。所以李文斯敦就一直在村外等候，他所有的行李都放成一列等候这个酋长。这个酋长呢，为了表示接纳李文斯敦，他有个仪式，就是必须从这个宣教士所有的行李当中拿一个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呢，酋长又把他的东西交换给他，这说明这个酋长接纳你了。意思说，宣教士，我喜欢你这个，拿过来。然后酋长又把他有一个东西给他，彼此交换以后，这样就代表是一个贵宾的仪式，这样李翁斯敦才能进村子分享那个福音。这个情景有点像买二手拍卖的那个市场一样，然后李文斯敦就把他的圣经和便利纸，就是贴的衣服、鞋子、毯子，还有一只山羊等都摆在一起。为什么有山羊？因为大卫李文斯敦的胃不太好，所以他需要喝新鲜的牛奶，当地的饮水的环境常有问题，所以这是他基本求生之道。所以李文斯敦就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求上帝医治他，但是当时都没有，所以他每天必须要喝这个山羊奶，如果不喝这个山羊奶，他的命就没了。所以他在心里面一直迫切祷告，上帝，什么都可以拿走，但是什么不可以拿，求上帝怜悯，山羊不要拿走。山羊拿走就是把李文斯敦的命拿走一样。所以那一个过程，在等待酋长过来的过程，李文斯敦好像一生那么长远的焦急在等待，终于酋长从那个帐篷里面出来了，缓缓走向久仰大名的这位神的仆人。酋长穿着象牙和金子装饰的华丽的衣裳，旁边还有他们的祭司、顾问、随从，那个正式，那个严肃。酋长端详的看着一个像宣教士的从头到脚，然后又看着他的行李看了一遍，他心里，李文斯敦在旁边心里一直默祷，主啊，求你让他带走他想要的东西，就是不要带走我的山羊，你知道我有多么需要这只羊才能生存下来。他说，主啊，求你蒙蔽他的眼睛，让他看不见，让他看不见这只羊。祷告完了，酋长刚好走到那只羊那里，指着他，指着那一只羊，顿时他旁边那个顾问过来就把山羊带走了。李文斯敦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他的人生都静止不动一般，仿佛一片黑暗。过了一会儿，带走那个山羊的那个人回来，交给李文斯敦酋长的一样东西，就是一根棍子作为交换的礼物，就离开了。一根棍子，这位神的仆人快疯了，呐喊着，太荒谬了，这难道不是一个诈骗集团吗？他把我唯一生计的山羊带走了，只给我一个棍子。旁边紧紧跟着李文斯敦的旁边的人看到他的困惑了，他跟他解释说，解释的时候李文斯敦还很不耐烦，说，上帝啊，你不是超越一切吗？现在我怎么去传福音？我的命都没了，我不喝牛奶我怎么办？旁边人都知道了，他跟他解释，我估计李文斯敦本来就想把这棍子扔了。旁边的人对他说，李文斯敦，不，这不是一般的棍子。他说，朋友，这是酋长的权杖，是酋长代表他权力的杖，有了他，你可以畅通无阻地走进这个版图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村落，你已经荣获这个君王给你安全的通行证和极大的权柄。于是李文斯敦终于明白，神早已为他成就大事，从那时起，神的道就借着这位仆人在那地方把福音传开了。顺便提一下，当时之后李文斯敦的胃病也得到上帝
的医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神是谁？你相信他吗？你要什么呢？他是超越一切的神，他超越现在任何的环境，早早为我们预备将来一切永恒的家乡。那位耶稣基督已经做成救赎的，还要过来来迎接我们。我们的盼望不应该在现在任何的东西，他是超越的神。你过去有什么样的问题一直没办法想压那住，无法战胜，以致让你睡不着觉，你心里一切的东西都没办法进行的，你来交给神，超越的力量会帮助你得胜这个亚纳族。而你现今的环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当中，那个西班牙的这个得疫情的人数不断的在上涨，整个世界很多的人数都在上涨，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城市已经封城了，我们的现今有很多的不安，我们一家人在家里有个很大的挑战，哎，我们跟家人在一起做什么呢？我们跟孩子在一起做什么呢？求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供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为这个事情也不断的祷告的时候，真的我也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如果可以你来求告上帝，上帝给你智慧，这个危机也是一个最好跟家人在一起的机会。我刚好跟我的家里的孩子苏里伊诺包括太太一起做了一个表格，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每一天应该做什么的，我们把礼拜六礼拜天基本都差不多规划好了，可能这几天在适应当中，等我们适应好了，我们就严格按照这一个表格走。因为不然难道拿手机吗？难道就拿看电视机让孩子过一切吗？我们定的那个计划里面，我们看到早上一起来九点，大概没记错九点到十点就吃饭，九点之前不可以醒过来，醒过来你就在自己的房间，九点到十点可以出来有人预备吃饭吃，十点以后我们一起来把电视机开起来唱赞美诗歌，只是唱赞美诗歌，然后一起唱赞美诗歌两到三首，唱完了以后我们就祷告，然后祷告上帝求神带领我们一天的事情，然后我们把每一天都分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个功课叫在厨房里面的，就是有一个厨房里面 Gosino， 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一起来做的啊，有个活动啊，在厨房里做，有手工做的，厨房里有做蛋糕的环节，在家里有做手工的环节，然后呢还有我们一起运动的环节。如果我没记错，每天的晚上五点到六点还是四点到五点，那个时间是运动的时间，然后我们看一个健身的一个操，我前几天我们刚做很有意思，然后四个人就在整个客厅里面就在运动，一起在做，做完以后有汗，下面就洗澡，洗澡了以后另外环节也有写作业，也有读圣经，也有在家里面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自己也有聚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现在环境下面，上帝的供应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只要你来依靠这位超越的神。在家里你可以依靠上帝给你的智慧，把时间安排出来，把每个环节跟孩子接触的，让孩子去干嘛的，写作业一段时间，你跟他运动的一段时间，手工一段时间，还有晚上我们打扫也有一段时间，反正每天大概十点钟基本都要睡觉了。所以你会把家里各个地方，厨房利用起来，客厅利用起来，电视机也利用起来，所以你到最后其实不是让他每天来看电视。求这位超越一切的神给我们每个人智慧，帮助你解决现在的问题，帮助你解决过去没有处理的问题，也帮助你预备将来一切你所需要的。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最亲最爱的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你在四世纪的得胜，你战胜了耶路撒冷，不是为了现在，那是为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所预备的。你战胜了亚纳族，那是为了战胜以色列人心中无法得胜的那一个障碍和巨人。你也在现今这个环境当中引导，真的是俄陀涅和亚萨一家人经历丰富的供应，
主啊，我们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为着在网络上每一个听到的神的儿女，他们祷告，主啊，他们的现在需要你，超越一切的神，你帮助给他们，给他们智慧，把现今他们需要怎么样运用智慧，跟家人处理关系，怎么样在灵修、祷告、读经上面经历你的祝福，你就给他们恩典，也让他们有更多与别人在网络上彼此爱的沟通的时间，也为他们预备将来。主啊，这个疫情将来会走向哪里？什么时候才是结束？我们不知道，因为掌握明天的是你。我们也为在座很多人在过去的事情没有处理好的，在个人的罪恶捆绑当中，以及这样的疫情，让我们悔改来你的面前。你是超越一切的神，求你超越的应许，超越的力量，与我们在座每个人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践踏在地。
地降低自己，你爱我超越一切，超越超越中能力，超越中望，超越过全地和一切被造地，超越过众人的智慧和道路，是你创造宇宙和万物，超越众王国，超越权势，超越世人理解的奇妙知识，超越世上的金银和财富，没什么比有你更富足。是家被埋是动力，牺牲自己，孤独地被抛弃，像玫瑰被践踏在地，降低自己，因你爱我超越一切，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祷告，领受上帝的祝福。最亲最爱的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神，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将来我们想到你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家乡，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你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让我们放下生命当中一切的重担，与你同在。好的无比，你也超越的力量必要帮助我们得胜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亚纳主，得胜我们生命当中一切跨越不过的阻碍和障碍和压力，因为你是超越的神，超越的力量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为着现今在疫情当中华人整个世界的众儿女以及世界上每一个人祷告，说求你恩待怜悯，因为你的供应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
你问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的是主，我们里面有胆怯，我们有忧愁，求你祝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出这个疫情，也带领我们在家的每一个人在隔离的期间，让我们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与人有美好的关系。愿神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福于你，愿耶和华把他的美好的祝福临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平安赐给我们。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